做其他的利用，那你们规划中这边有石洞这样，你们要怎么去利用它？或许这里可以当做参考。做那个艺术家的工作室啊。我知道他们有个烟囱就拿来做什么，做潜水训练。哦，里面就把它灌满水做潜水训练。那当然那个是无限可能的想象。那我建议不要走这条，我们从旁边过去，好不好？好。跟着是鲁尔工业区啊，不是高尔黑。不是专业人员就有这个好处，可以说错话。台北监狱的是陈强。原来是就这座、嗯，然后加高了是吧？可能是吧，你可以看的上面有。那你看这棵树也是蛮漂亮的。